可以撤了。才刚来而已就撤了。我的球带回来。以后整个动作都要调整。前两步就上去了，他一直要抓太多动作。对啊，不然他前可能一两步就是上去就够了。一直在那边蹲做动做脚动作，没有用。小心
就哎、欸，快，换谁？上啊，王莽。我不要。打爱打爱多了。太瘦太瘦，干没力。我想说打很多次，他们应该会动一下。已经进去了，是可以上啊。可是他们是那个空手进去上来。你在公司中午都吃什么？中午吃我们阿姨煮的菜。是啊、哦。金沙豆腐啊。哦。不错啊，里面还有东西可以在里面吃，很好。自助餐就对了。没有，就是他们自己带食材来爱煮。哦。那一种。哦，是你们员工自己。对。自己用的。啊，为什么有地方可以让他们炒？就拿那个电磁炉就可以。是哦。干太强了吧！靠腰站，今天球跟我们对盘，今天老师我们投了。当公务员好像蛮不错的哈。在看，我也只有比较闲的时候，国际职忙的时候没有看到。嗯。阿伦，上！你怎样定焦焦哦？一点，修一下。上一个。阿伦呐、啊。阿伦。还好，有拉回来。没事吧？有拉回来，一点点而已。好，休息一下。修了。可以，一点点不行。我也觉得我要修了。我也不想打。技工所的话，可以最多到顶可以到十万之后跟老板抽成。诊所大概4到6，然后可以抽趴，可以直接抽。没有想要去，因为太吵了。应该是蛮大的，然后那个朋友自己做，他是自己开的，然后跟他贵，没什么节假日，连休一天。
自己老板，我看你自己老板吗？做那么累啊？牙技所老板也会下来。哎呀，大间小间都会。他有问题啊，就跟医生谈。对啊，真的是蛮累的。你要去诊所，通常都得做到跟医生自己就得沟通结束，就做出他想要的，要不然就诊所。巴卡巴卡巴卡。好球！没事。再修一下，我再修一下。为什么你有 fans 在外面啊？我都在动，我们都没有动，我看到很酷的。他没有一万吗？我刚刚在看那个 fans。再要再要，好球 ，nice。一个稳一个，给给给，嘎你娘嘞！啊，双手双手双手传，飞走。他们进了，他们进了。他在犯规先呢。笑了，你在刚刚打下去，你已经受伤了。小球他到了，他没球就你这样子了。